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。我看到海浪很大啊，涌过来，浪很大，涌过来，浪很大，涌过来，哎，浪海浪涌过很大，海浪很大涌过来啊，然后肺里在这样旋转，肺里在旋转，肺里在旋转啊，肺里在旋转，肺里在旋转。肺里在旋转，旋转。如果你放个浮标放在水里的话，放在海里的话，那个浮标会随着那个肺里的旋转，在团团转，在转，转转。但那转的速度呢，比肺里转的要慢。但一直在旋转，有时候转会离开水面啊。像人家玩陀螺的时候，有时候转离开了地面啊，当然有时候离开了水面，再掉到水里边，然后继续转。有时候人家运气好的人会看到这个场景啊，运气好的人会看到这个场景啊。当然呢，这种情况，要仔细观察，那才能看得到啊，不仔细观察看不到啊。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转的头晕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